对不对？工作人员麦克风帮我预备了，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呢，第一趴的比赛，亲爱的，正式开始了。为大家讲解一下，3分钟的自我介绍时间，所以呢，大家要把握机会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工作人员请帮我上麦克风。好，等一号在哪里？还没，还没。一号的加油团队，预备，起。开始。你的前面可不可以同事讲一下？他在那前面，我后面是八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号单车的郭颖。我的车队是绿色骑士团。我骑车已经有3年的时间。